毛主席把进军西藏这个光荣任务交给我们十八军，这是我们军的光荣。听说有一支部队要到西藏去，我呢第一个报名。那个十四大会是我主持的，宣誓解放西藏。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，我们也有责任去解放他们。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，